焦哥请颁奖，有惊喜。好，第一位，果然结婚我有好运气，陈炯江，恭喜恭喜炯江，恭喜你。陈炯江，快走上来，是炯江的丰收年，参演了多部剧集，今年第六次获选为十大最受欢迎男艺人。你的 mask 可以拿下来了，师出高徒，谢谢，来 ，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这两年都很少我看到观众跟粉丝，很感恩可以通过这个奖项呢，知道你们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，所以在这里要感谢家人、朋友、粉丝团 Destination， 还有观众，也谢谢公司一直给我机会，谢谢 Doreen， 谢谢 TCA 为我做的一切，谢谢 IV 还有雪玲。有时候我觉得红星大奖就像一个加油站。有时候走累了走慢了，但我们可以在这里就是感受到你们的爱跟鼓励，让我们勇敢地往前冲。谢谢你们为我加油，我也会继续加油。 Thank you， 恭喜炯江，恭喜。